不好意思，有点串词了，有点紧张。咱俩合一下，啊，听着合一下。这个地方弱三。贺宇鹏的气息还是不太行，短一些。对，气息总会短，有点没放出来。因为你一轻声唱，气息一浅，你漏的气就更多，你的气一直不够。现在你们两个是同进退的，你一定要有一点亮点出来，不然的话就感觉到很平，和声也没有了。对，然后你的特点也没有了，那我们听什么呢？那岁月留下的路，你们这个和声啊，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好听。如果把这个变成降级，要不，也不能我唱，唱不上去。我还是唱高声部吧，我还是这样，因为这一句是低声部难唱。就低声部容易跑，对，试一下这个降。哆西哆，留下的路。我因为美声基础不太好，我得更加的往他方那方面靠吧。我很怕就是因为我的原因，然后让他没有发挥出来。我也看到陆宇鹏在旁边也比较紧张，所以我一直在安慰他。即使是我紧张，也不能让陆宇鹏看出来。我觉得如果是我先紧张的话，他肯定比我还紧张。我能做的就是帮助陆宇鹏，然后我不会给他任何的压力，我就想把他带上这个舞台。